统一三三五，音乐统一版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东方神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魏晨，我是周密。欧阳战，本栏目2012韩国行再度来袭，带你见证初冬韩流文化的独特魅力。中韩明星总动员，谁的表现更能夺人眼球？魏晨客串主持人，揭秘韩国梦工厂拍摄地。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好像 MV 的梦工厂一样。合作神曲《江南 Style》著名导演，究竟会有怎样的豪华打造？一开始见到他还蛮紧张的。探访韩国造星工厂 SM 娱乐公司，各组当红人气明星齐亮相，又会有怎样的独家揭秘？他都会习惯性拿那种录音笔啊，就哼上两句立马记下来。东海平时性格就是很人气组合东方神起的独家专访，十周年经历回顾，笑声不断，亮点多多。当红组合 Super Junior 七周年粉丝见面会，各国粉丝大派对，人气火爆。 Super Junior 拜金，我撒浪了，七周年快乐，真是让人快乐。2012首尔行，快跟着我们出发吧。